今天这支影片呢，会送出一只公仔，这只公仔也算是大奖之一。感谢大家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我知道我都拍废片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爱你们啦！啊，我就把这个公仔送给你们。那等一下呢，这个公仔我会在影片的某一个片段放入关键字啊，你们只要把这个关键字输入在这个留言区，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长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去玩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，我从来没有玩过的。我们要去玩那个什么一凡赏，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玩过啊？不要吵我们，我正在。有没有玩过一凡赏啦？看厉害的东西吗、欸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大？什么东西？我的脸呢？哦。你有没有玩过一凡赏？没有，没有，你也没有。没有。有没有？那是什么番号吗？好了，赶快出发，赶快出发，剩一个小时。OK。所以你们今天都出体验就对了。对。啊，来，哥哥带你们去转大人。走人家没有宣传，不用当翻译。好吧，好吧。想看吗？可以啊。这个人真默契。各位，我终于知道这怎么玩了，好吧？它就是总共有 A 到哦，对 ，A H， 哎呦，然后这个代表还剩下的，像这种已经贴贴纸的，代表已经没得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看我们有喜欢哪一个去抽。如果我要抽到敌人保底的话，一万七耶，一万七哦！你把它想象成传说对决的造型的话，哎，你有那么直接吗？而且一万七是也有在你这吗？一万四啊，我到一万四，一万四啊，一万四还有这一招。哎、欸、对，哎、欸、还是我们抽包，这只我拿，两只我都要。那、啊、你们可以刷卡吗？可以啊，它可以分四十八期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客人跟我说要四十八期，开玩笑。B 上还有一个对不对？对，还有一只。那套比起那套来讲，它配率就好一点。我好喜欢这个也很，这个其实很可爱。我想抽这个，这个也可爱。No。哎、欸，你对敌人很坚持，你是不是一定要抽到他？啊、我觉得等下那个敌人有破一个洞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你不要抽啦，就一直打嘴炮，你不要抽。有啊，我要抽那个凯多啊。欸、你抽凯多？我想要抽凯多。实体长这样哎、欸。哦哟。变度色的大哥。啊、哦、呀，必须啊，那我就直接保底了。真的吗？不玩一下吗？而且、啊、你有没有物色到喜欢的？还是你对这种都没兴趣？还好哎、欸。是哦、喔。然后我等下帮你问看看他有没有十八加的啊？可以帮他换衣服的那个。好有没有摆的那个实体那只 B 赏？一只吗？对，真一只、啊。然后下面还那么多哎、欸，我这个要几分之几啊？我们就直接算了，7/10啊。那我今天要把那只带回家有难度哦、喔。那我们决定好了，他先五抽凯多的那个。凯多吗？这套吗？对，好不好？不用看，决定好了吗？你要用心去感受，知道吗？来哦 ，F 啊 ，F F 往上就是大奖，哇，这么上面哦。对啊，对，你要一往上就是公仔，他抽吧，公仔不错吧？他这一抽已经把运气用完了，这一辈子的运气用光了，一个 F 哦，一个 F 而已，好不好？哎哎，最烂的，你这辈子的运气都用在交女朋友上面了，来了，来。I 啊 ，I 又是 I， 哎呀，这个手气很烂的。阿勋 ，F， 不然我先好了啦。你要花那么多钱当压轴，好不好？我跟你们讲，你们换个角度想，传说对决一个造型多少钱？一万多两，快两万了，有些两万。那个还用不到。哦，对啊，这个还可以，那个。哦，我先花1900抽五抽，这叫无心屌。F， 熊猫。你要看另外这边呢。哦。F 哦，熊乱啦，熊乱，最烂的啦，最烂的，哇！第二抽，啊，这边一赏，哎，哦，循序渐进哦，我也是 ，F F 最烂，最可怜，最亏啦，可怜，哎，两千块一下就不见了，可怜，两千块抽色纸，可悲，最后一抽。好，可悲可悲，你要把政府给你6000块拿来买色纸，我也是没话说。哎、欸，其实不然你是可以拿6000块去买很多卫生纸、欸這個。这个会上头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第六抽啊，第一，第哎呦，我差一点，没机会了。相信自己、啊。小姐，你不要再改勇气了。没有勇气。老三一辆 F， 最后2000。好好。哎，又没了。你看了，你看了。各种可怜。对啦 ，F 啦 ，B 啦，啊、看你好了 ，GG， 6000块没了 ，G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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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所以他剩几抽啊？一二三，20，20抽，二十剩二十抽。哎、欸，你刚抽15抽？
所以你要连岩柱一起拿，你要直接全包。废话，是不是？这个都很有可能保底，我不一起拿一拿，对不对？那你四十抽，一人十抽，看谁中是不是？好啊，等一下抽到蝴蝶忍的，请吃饭。不要，大家都吃饱，那请喝饮料好了。靠北啊，抽蝴蝶忍换的是林北的，你要请饮料，他派你。小姐，你觉得我几抽会中？看我的颜值。先付钱，我们再抽。来第一抽，错 ，C， 二杆的 F， 来再，来换我的，换你的吗？来我这个，来哦 ，F， 来来 ，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的 C， 中了，一只有一只，看蝴蝶忍，在我，谢谢，请喝饮料，二四六八十，第十一抽就中了。小姐，那剩下的退掉。耶，不爱。我走了，走吧。你家好多，这样带多少？一万两千是多。对，我还剩几抽才能。这个还，这个还想吃。这个没意外是二十，赌性坚强。二十抽其实还蛮容易中的。对啊，要不试试看？考虑一下，我觉得可以的。平一波了。抽的有三只啊。好，那我要我再五抽。先五抽，好，先五抽，直接选五张吗？直接选五张。一。二三，来一个红色。四，我帮你抽，我刚有抽。不要。然后希望那可以出 B。我呸。C， 中了。哦呦，抽入魂呢。对啊。我讲 B 在这里面。一定是我嘴巴不够臭。来 ，B 哦。C，D。D 这次还不错。呸。还是我把烂奖都抽光了。拿到了一只龙。一只龙了。B， 我中了，中了，我剩下两张可以推，不行啊，你妈的，我抽到 B 了，那就选择放弃这只吧，我靠，好扯哦，中 B 了，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只，好不好？再来看还没这个 C 好不好？有吗 ？F， 哎，有没有？我那个刷开来那个，没办，三只手在我身上 ，F 哇，好，那你决不决定这个？对啊，其实就看你要不要玩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十五抽，你抽这一只出来，我就送你最后一张。十五抽，不就刚刚不就抽完？没有，再抽十抽吗？但你还有十五抽啊！你十五抽里面抽出这一只，我就让你抽带路走。哦哦，这是小游戏，干就对了，干就完事了。我手气是很旺。这一张，这一张，好，五抽了。这一张可以跟我说。C。中了！太扯了！太夸张了吧？太夸张了！太夸张了！剩下十抽了！太扯了！不录了！都是我的！好扯啊！跟我回家吧！好夸张！太夸张了！很好玩的。你在榨干你钱包了是不是？六千块一口啊！我跟你讲，把你的钱包榨干。所以你榨干还可以抽几抽？我看一下，最后五抽。哎呀！G 没有哇，对，好了，最后一抽了，最后一抽，哎呀，要有人上天堂，总要有人下地狱，好吧？今天的 MVP 啊，我们抱着我们的大奖回家吧。你要想啊，我才花几千块，可是我有拿到东西啊，你拿什么设置吗？OK， 我们把这个今天的战利品都煮完了。这一只是 C 长哦，也就是我抽了两只的。个人觉得这只有点偏向那个花木兰的木须龙啊，对，比我想象中可爱。我原本想说应该长蛮丑的哦。B 长，也就是我拍这部片的主要目的啊，就是这一只。跟各位讲为什么我想抽它，因为它跟我家的猫咪很像，跟那个莉莉很像，我个人觉得很不错。最后就是我们这个最终长啊，然后这只龙。虽然航海王后面的剧情我都没在追了，不过我自己觉得这个质感是蛮好的，就是它这个尾巴这种部分细节做的还蛮不错的。然后他们其实比我想象中都还重哎，我看了三下，这是我的宝。
宝贝，不是你的老婆。等下我要检查一下，检查什么啦？看下面有没有洞。没有啦、嗯，还没开始。哦，欸、可以耶、欸，有没有超好看的？一定是大拇指啦。今天要抽出的 C 奖，好不好？不要看他这样走，我有看过他实体的，蛮好看的啊。这样这是全新未开封的啊。那关键字就是我爱废片，好不好？我爱废片啊，只要提到这个就可以啊。我就会随机送出，就是聊天室留言区打到我爱废 片。对，对，你们想要留什么也都可以留，但是后面加个我爱废 片啊，就有机会抽到这个奖项了。谢谢你们这么喜欢，令会徒步走到你家送给你。没有徒步，你不要又乱加了。接下来重点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就让我来讲，就是其实我在四月底或是五月的时候呢，会推出我的周边，对，就是有上衣、T 恤、帽子。其实我们今天抽了这么一大堆的奖项里面，还有这一袋哈，这一袋你们知道我保底啊，谁保底？这边全部都是，到时候我会连通我衣服的活动一起放进去。那到时候怎么送？之后再说，好吧，等我衣服出了之后再说。活动开始的时候，我会提前跟各位预告。对，谢谢大家对我哥一路以来的支持，好不好？让他越来越胖，废片越拍越飞。哎、欸，我讲认真的嘞，你这废片王，我废片王。Little time, because you laugh when you get mad. And when I wrap my arms around you, suddenly we just forget.